各位观众，欢迎收看《蒋蝶密码》。来看今天台北股市盘中再创历史新高，来到18039点。波午盘涨点稍作收敛，中场涨14点，石油在17961点，成交量呢是2425亿。那今天盘是怎么做解析呢？我们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首先欢迎到是大宇国际投顾张宇明分析师，张老师好。庭娟好，投资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欢迎到陈义群分析师，义群好。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盘面上观众，我赶快问您，先请教张宇明老师。好，今天台股再创历史新高，18039，2021年的行情啊，再过几天就要结束了。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回想一下2021年的行情，你做对了没有？这个行情到底好不好做？来，我们看一下 K 线来。到了5月的时候啊，涨了4个月，到5月一下就把它跌回原点了。所以如果你没有避开，你看到5月之前又归零啊，如果从原点开始做啊，做到5月哦又归零，好不容易经过2个月。终于把这个 K 棒啊吃掉，反弹上去了，但是马上再回跌一半，反弹再给你回跌一半，那接下来就10月了、11月了啊！所以你看今年的行情，说真的非常的不好做啊，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会赔掉很多很多的钱。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月线，月线更明显啊！你看1月、2月、3月、4月到5月全部吐回去了啊，接下来就不好做了。6月、7月、8月、9月、10月，你看都还在往下修正，到了11、12月这2个月才稍微像样一点点啊，可是也没涨多少，所以我们说一整年快要过去了，没剩几天了，那你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来检讨一下你今年到底做对了没有啊？当然我会跟你报告我今年做了什么啊。一年过去了，一定要好好检讨你哪里做对，你哪里做错，要把错的方式啊改变，你才能够迎接新的人生，懂意思吗？好好，这个张爱明这个节目啊，因为我们在东森的节目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拿到合约，也有可能到了2022年，你没办法在这里看到我了啊！现在要不要续约，我也不知道啊，所以你要记得把张宇明的这个讯息啊追踪一下啊，免费加入我们的这个 YouTube 张宇明分析师就可以，或是用小老鼠 A25006999，这是 LINE， 这是 YouTube 啊，都可以啊，记得追踪啊，要不然你下次可能找不到我。那你加入我 LINE 的好处就是我每天会发讯息到你的手机上面，那你点一下，你就可以接受我们很多讯息，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都非常轻松哦。好。那我们说啊，这一张是啊2020年7月到12月的讯息啊，张爱明从7到12月，7、8、9、10、11、12，半年做了几档？57档啊，才半年才57档哦，半年才57档，6个月才57档，1个月做不到10档股票，所以很多人你可能一定会觉得跟我不一样，每天都买，每天都买，每天都买，当做菜市场买菜啊。股票不是这样做的，乱做一通啊！为什么要这样每天买、每天买、每天买？要买就是要错的算会员倒霉啊，对的拿出来讲就这样嘛，不然你买那么多干嘛？我们的客户都是散户，他们没那么多钱，你怎么可能这样乱买？张爱民，你看半年操作57档哎，回补的已经这个盈亏计算的53档，还没有回补的4档，这是当时的资料哈。好，那赚多少？赚的扣掉赔的啊，赔的是这个啊。看一下赔几档啊，来赔四笔，平手两笔啊，赔的话四笔是16.8，赚的47笔是155，是赚的扣掉赔的赚了138.75啊，这真真实实的操作，半年的绩效，你看何等的稳定。哎，张老师，你这个骗人，没有骗人，这全部钱还给你啊，我讲100遍了，现在有效，未来有效，过去也有效，我不会拿假东西上电视，你不用担心，好不好？所以我们说要把这样做到。在投顾界真的做到这样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我相信你也不是第一次啊，看节目不第一次参加投顾，你曾经有这样的这个绩效吗？我想是很困难的，也没有人会把所有绩效亮出来给你看啊，更不会说半年才操一个月操作不到10档啊，他们是每天买、每天买、每天买，当作王永庆，当把你当作王永庆，每天买、每天买、每天买，把你当郭台铭了，哪有那么多钱哈？好。所以我们就真真实实的操作哈，那当然2020年过去了哈，就是这些资料了哈，非常的惊人哈，绝大部分都是对的，偶尔错一笔的哈，非常的满意，非常的美好哈。好，那我们说啊，包含总统会员啊，这个也有哈，这个也有，像这个世新光一笔就赚41%了哈，很可怕哈，218块哈。好，那这个股市最安全的路就是跟赢家同行。好，2021年开始了，来做什么？做爱普，爱普这档股票赚了多少？从12月28就年底嘛，做到
128，哎，刚好一个月，这一个月做了一趟、两趟、三趟、四趟、五趟、六趟，赚了41%，啊，把它放口袋了，你看多美好，这人生是非常美丽的，啊，一个月41%，你看这人生是非常美丽哈，每一次啊都对，很幸运的哈。好，广宇，哎，这也是一月份做的哦，哦。你看这种股票没赚到他的钱实在太可惜了齁。趋势翻扬，筹码轮动充沛。赚了多少？不多啦，两趟。欸，就两趟而已哦。72%把它放口袋，普通会员操作的。这就是绩效啊。这就是最美的风景啊。这天边的彩虹啊。不是吗？两趟而已啊齁。好。还有吗？有啊，羚羊。来，这漂不漂亮？跟光远很类似嘛。是不是趋势翻扬，筹码轮动充沛？那这种股票赚到他的钱也是合理嘛齁。好，做几趟？三趟。啊，一样是普通会员操作的，一二三，42%，把它放到口袋里面了。你看这是不是很完美？啊，所以你看，2021年过去了，快要过去了，没剩没几天了。那如果你再往前回想，那真是啊非常啊风景美丽的一年了哈。那别人操作怎么样，我是不知道。来，大盘好不好？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好做，而且这个很难做，哎，对不对？好，接下来怎么样？你看到了五月啊，你前面没有卖，全部吐回去哦。啊，所以我们说这行情是非常难操作了哈。好，这是开始，这是放空蓝电哈，放空蓝电，空了几趟？一二三趟啊啊！普通会员啊，特别会员也有空，普通会员也有空，三笔是特别会员、普通会员、总统会都有空蓝电哈。来，利基啊，这特别会员空了一张就赚93块了哈。来，天利啊，总统会员空了两次赚77块哈，都有哈。我们说这个行情啊，一整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几乎回到一月的行情，六月、七月、八月啊，再怎么样，再回补啊这个下跌啊，九月、十月，你看还往下修正，到了十一、十二月开始往上弹一点，所以我们今年是说真的很难操作的，要赚钱是非常困难的哈，好不好？来，好，接下来怎么样？从六月开始，六月十号开始第一次买进东森啊，做了两趟，81%，把它放口袋，又是普通会员操作的，两趟81%，两趟，有啊，这里有写啊，两趟。81%把它放到口袋了哈，来，好，接下来到六月十号，到了隔月7月23，这一段时间总共大概花了43天，赚多少？205%，普通会员205%把它放到口袋了，五趟，赚两倍，把它放口袋了。行情不好哎，不要以为六七月行情很好哎，六七月大盘没什么涨哦，行情很难操作哈。好，所以我说2021年我操作的航运股没有任何一档是啊赔钱的，每一档都赚钱，太完美了啊！今天快到年底了，很多人看到这句话很痛苦啊，为什么？因为他航运套的乱七八糟啊，更痛苦的是赚到钱又飞回去啊，股价回到原点了，高档没有卖，煮熟鸭子又飞了，本来他梦想我赚很多钱可以买车可以买房，他结果全部都吐回去了。所以啊，这个航运股今年是让很多人受到伤害的。所以我们说啊，2021年张一鸣操作航运股，每一档都赚钱，没有套到任何一档航运股，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啊。好，总共做了几档？一二三四五啊，做了五次啊，五档了哈。那有的不止一次哈。总共就是这些股票，没有另外再多了啊，只这么多而已。啊，赚的钱像刚讲东森这205%了，你看是不是很完美？啊，非常开心，非常愉快的，应该是这样嘛，没错嘛哈。好。接下来做什么？像 Oh my God 啊 ，Oh my God， 这六月十八号做的嘛，到七月七号，多久？哎，好像只有20天呢。40%又把它放到口袋，特别会员操作了哈。一拳，一二三四，那普通会员操作48%又把它放到口袋了哈。来，这是特别会员，特别会员是51%啊，都差不多了哈。明基啊，明基彩31%两趟，把它放到口袋，普通会员操作了，有没有？不是每天都有行情，但是一旦有行情出现。我能够及早通知你，我通知得到你，投资朋友，那就变得很美好了，有没有道理？过年快到，我希望下一次我能再进场的时候，你有我的讯息，那我们同步来分享这个讯息。今天出门的时候发了一个讯息，啊，给我所有的客户啊，收盘的嘛哈，今天已经24号，今天晚上是平安夜，啊，明天就是快乐的圣诞节。刚有一个朋友传了一个影片，俄罗斯的影片给我。哦，他们的圣诞节真的有够漂亮的，为什么？那整个街上啊，都做那个垂灯啊，哦，那垂下来花的灯啊，然后每一个商家都弄很多圣诞树啊，布置的非常的漂亮。哦，我看了那个景色，真的是超级羡慕了，很想去啊俄罗斯过圣诞节。我怎么那么棒啊？这外国的过年
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过年，但是今天是一个小过年的形式，圣诞节大家越来越重视。今天我发了一个讯息给我的会员，全国的会员，其实你已经看到了就荧幕这些讯息，来我们请看，来摄影师，所有会员一定有收到这种讯息，来祝大家圣诞快乐，最近两个月获利满满，赚钱要善待家人，孝顺父母，多做善事。这是我今天发给我的所有的客户的讯息，这是盘中发的，这盘中发的了，这是盘中发的。那这一通是这个今天收盘以后发给所有的客户的讯息，跟他们讲赚钱要这个孝顺父母，要多做善事，要善待我们的家人。不要像王先生这样这宣布退出演艺圈，跟老婆闹的这个天昏地暗，这样不好。我们赚了钱感谢我们的家人，对不对？大家都很幸福的。你看地球人口70亿，我们家人可能就是几个，这几个人跟你是何等的有缘，我们可以在一起可以每天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善待他们，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来？当然是父母把我们生下来，没有父母怎么会有我们？我们的 DNA 都是来自于父母，所以我们要这个孝顺我们的父母，感谢他对我们的栽培。那我们赚到钱呢，我们要多做一些善事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我想这样就非常非常的开心了。好，所以我说当行情出现，我希望我能通知你，当猎物出现，我能及时通知你，让你也能够分享到赚钱的喜悦了。好，希望我的客户都能有很好的睡眠。那很好的睡眠不是说你一张 很棒的床，我一张10万的床，不是。很好的睡眠是什么？就是你带着微笑睡觉的时候，都是带着微笑的，嘴角在上扬，带着微笑了，这样就很开心了。你看那小孩在睡觉，有时候看小孩子睡觉真的很有趣他睡觉的时候可能不晓得做什么梦，也不晓得他睡到一半哦，然后这边傻笑，嘿嘿嘿嘿，还不晓得傻笑什么，那就很有趣。那我希望我们的科委是一样每天都是一样，睡觉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感恩这一天，明天很期待开盘，哇，明天开盘又是美好的一天这样才是对的嘛。好，接下来这一张是9月29的图卡，接下来当然有部分的做空了，做空的迹象通在这里这个9月份说真的没有做得很好，因为有一部分股票被嘎到了，但是也不是没有迹象，还是有了，还是不错了。好，这张是10月5号的，不错嘛，还是有，不是说都没有赚钱，有还是赚不少，当然也有一些股票被嘎了。说真的，这也是我今年里面最难过的一个月，10月份但我不是神，我没办法说我张宇每一个月都很赚大钱，一个月都不会错，我不怕搞了，我又不是大甲妈祖所以也有不顺的时候，就刚好今年10月了。可是我在回想说10月5号其实也是不错，我们是空了很多股票，也是赚了不少了。好，这是普通会员的这是9月6号到10月5号错几笔，错一笔其他都是对的所以也是不错了。特别会员的也是一样错两笔，这是8月20到10月5号错两笔其他都是对的，很开心的，非常棒。好，开始怎么样？我们说到了10月底的确有两三笔空单是做得不顺，智源就被修理了，真的是觉得 很不好意思这个是算是我这个今年里面操作最不顺的一个月，10月份但是我在回想往前看 也没有多差对，8月25到10月5号其实也没多差对不对当然有几笔是被嘎到没有错了其实也有赚不少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11、12月呢那就太完美了天边真的出现很多道彩虹了，真的吗？来我们看一下来11月11月总共操作13笔获利出场，每一笔很幸运都是赚钱的，总共赚了71块6好，12月到目前为止总共出场15笔16笔赚多少？71.7 其中有两笔错的，一笔平手，那其他都是赚的其他这个笔数都赚，16笔里面两笔错一笔平手，所以13笔赚钱，两笔小赔一笔平手总共赚扣赔是 71.7 算吧，一整年这样算一下这非常非常美好的啦，对不对？好像 Oh my god 6月加上今年的这一次，这特别有人操作了，已经 74% 了。那如果你有本事一档股票赚 74%，这人生是非常美好的，这非常美好的，对不对？好 ，Oh my god， 那普通委是赚22%，刚刚特别会赚74%了哈。六月到现在，这是我当时发了 call 讯都在这里，有 call 讯才是真的，没有 call 讯的绩效都是骗人的，骗人的特性 ，YouTube 留言都不敢开，都关闭，
蔡明 YouTube 留言一年360天从来不关呢，干嘛关啊？错我就被你骂啊？对就感谢一下嘛，对不对？大家好朋友嘛。但是你也不要当我是神，我不每一笔都会赢，每一个都会做，我没那么厉害，任何人都做不到，我也不可能做到嘛。好，十一十二月总共加起来多少？都在这里，71.6，十一月71.7，十二月加起来123了哈，133的哈。好，那我们说任何一笔就包含里面任何一笔，你可以手机把它拍照起来啊，手机把它拍照起来哈，这都普通会员做的，任何一笔绩效造假全额退费。包含任何一天是现在、过去跟未来，只要有一天绩效造假，没有关系，你缴钱我全部还给你。全台湾现在敢说这句话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没有第二个人敢说了哈。任何一天、任何一笔绩效造假，全额退回，所以我不会拿假东西，持股永远在5档以内，带进带出，这是我们对客户永远的承诺哈，好不好？为什么考试要作弊？如果你可以考90分、100分，还要作弊吗？还需要吗？运凡是台大了，对。你考试要作弊吗？不用嘛，考试经常考100，干嘛作弊？那为什么拿假东西啊？因为没有操作绩效嘛，就拿乱编乱骗嘛。那我做得到，说我不用骗。那我做错就跟我的会员道歉嘛。啊，我也不是神啊，一年里面我错一两个月也算合理嘛。难道一定要一年360天都对你才要参加？那你没有送老师啊，你自己去当老师啊。好。股市中没有奇迹啊，只有努力的轨迹；没有运气，只有坚持到底的一个勇气。哈，选对人，选对股票，你就可以创造奇迹。有没有道理？来，每当钱放口袋的时候啊，就是我跟客户都非常非常开心的时候啊，出场钱放口袋了，哇，非常愉快啊！今天是平安夜，明天就圣诞节了啊。那你要去哪里？你要带家人去哪里吃个快乐的晚餐啊？你想过了没有啊？我的很多客户都传照片给我，说他们去吃啊。这个最贵的，他这条船，他是跟我说8800，然后日本的和牛大餐，啊，把这个和牛的烤的照片呢拍给我，然后那一天呢是他们这几年来，啊，家人觉得最幸福的一天，因为每个人都带着笑容，小朋友带着笑容，老婆也带着笑容，啊，他还去买个 LV 的包包给他，啊，那一天每个人都非常的开心，那个和牛说咬进去啊，入口即化，哇，那种感觉真的太棒了，啊，你看何等的幸福啊！也有人传照片给我说他们吃啊海陆大餐。啊，双拼的海陆大餐里面有很多肉，也有很多虾子，也有很多啊，甚至有鲍鱼啊，都有啊，龙虾啊都有。然后他们吃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他们没有吃和牛，他们只有吃海陆大餐。那还有一个投资朋友跟我说：“老师啊，其实哦，我发现啊，他说我的客户很多都是啊阿嬷阿公的，因为年纪都比较大一点的啊，他们其实不是啊带小朋友，他没有小朋友啦，他儿子都很大了，但是因为他是老人家了，可能这个经济能力。”啊，又没有在赚钱，可能靠以前年轻留下来的经济能力的，所以啊，跟家人之间哦，不是说一定说哇多和谐多愉快，为什么？啊，有时候儿子跟你要钱啊，跟你啊，爸爸，我最近周转一下10万啊，没有，爸爸不方便，那感情总是会有些啊不愉快，啊，他发现说他最近啊手头比较松，啊，买一个东西啊给孙子，哦，孙子突然间都跟他变得很亲近了，啊，这个小孙子想要一只手机想了很久，爸爸也没有买给他。他在股票赚到钱了，就买给他。他在股票赚到钱了，带家人来，儿子，儿子都30-40岁了，来，孙子，来，带你们去吃啊，这个啊晚餐，带你吃海陆大餐。他这个也没多贵啊，这一套大概2000多块而已啊，可以两个人吃啊，吃得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非常愉快啊。说老师，你不要一直认为我们的客户都是年轻人，没有，我们的客户很多都年纪跟我一样了啊，60-70岁了，啊，儿子都啊30-40岁了啊，孙子都啊已经国中了。啊，带他们吃啊快乐晚餐啊，阿公带着儿子带着孙子去，我的客户是阿公啊，都非常开心哦，啊，非常完美了哈，哦。好，如果维持现状，你会赚到钱，那你就维持现状，有没有道理？你想想看，在湖边啊，它是平静无波的，那你坐在那边一个小时，你看着那个湖，它就这样平静无波，平静无波都没有动，那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啊，波浪？拿一个石头把它丢进去，扑通，然后就开始扩散涟漪，对不对？所以什么时候湖会改变？你如果坐在那边，我跟你讲，你坐一天它也不会改变。那你拿一个石头把它丢进去，它就开始破洞了，懂意思吗？所以如果你现在的状况，哦，你每天怎么操作？你怎么看节目？看 YouTube， 每天到处追投顾老师。那如果你的现状会赚钱，你就继续啊。那如果你没办法赚钱怎么办？
很简单啊，就像湖面丢个石头嘛，改变嘛，你不改变怎么可能呢？懂意思吗？哈，好，11、12月，我相信我的客户都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今天发了讯息给他们，祝他们圣诞节，祝他们平安夜快乐哈。来，143了哈，71、71嘛，143，好，这两个月从10月初到今年，143把它放口袋了，他当然可以去吃一个快乐的晚餐，去过一个幸福的平安夜。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甚至一个快乐的过年哈。好，这是印度哲学家，他得过诺贝尔奖哈。他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啊，选择最好的就是最好的选择，讲得很好。有这个大脑的人，他讲话就是不一样。选择最好的就是最好的选择。印度哲学家泰戈尔讲了，他是一个诗人哈，好不好？张爱民分析师 YouTube 搜寻关键字就几个字，小老鼠 A25006999，这是我的 LINE 的 ID 码，你可以加入，留下电话，有任何讯息啊，张爱民会尽速回答你，也欢迎我们做一个好朋友，我们共同来股市赚钱。把时间交给婷娟。好，更多操作见光海区，再请张明老师帮大家做解析。东森粉丝那手机扫描 QR code，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 LIN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有任何持股的问题就一并留下来，张爱民会尽速回答你，记得来扫描 QR code 啊，用赖加好朋友扫描就可以，扫描免费加入啊，这是免费的。你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加入 Lite 是免费，说你是东森粉丝，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有任何问题留下来，张爱民会尽速回答你。欢迎回到抢钱密码，进步个股解析，再把时间交给焦明老师。好的，2022年是啊最复杂的一年啊，现在台股在历史的高点，叫你追啊，你可能都怕怕的。2022年，那你看 iPhone 要出平价手机，万年以下的。所以这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以前他走高端市场一直都好几万，现在走万年以下的。这全世界会涨的。全球要盖32座晶圆厂。你看一下齁，来。三王这半导体的三王，台积电、联电。外资暗战，可是外资暗战也涨不动。哎呀，怎么会这么诡异？廉价毛利都已经到40%了，结果联电也不涨。哎呀，真是的齁。万海获利这么棒，前三季赚28块多。股价跌 52%。投资朋友，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非常的复杂，也非常的难操作哈。好，这个森达科赚3.4块，股价涨2倍，你看这怎么回事啊？所以你必须啊，有一些东西你要突破，你不能一直守旧，你守旧会赚不到钱的哈，懂意思吗？计算机啊是拿来算啊自己赚多少钱，不是算公司赚多少钱的。有人说啊，它本益比很低。当你这样讲，你在算这公司本益比，你计算机拿起来按算这公司本益比，你已经站到输家行列里面了。你要赢钱很困难的，懂意思吗？好不好？高手一定知道的是要买市场喜欢的，不是买你喜欢的啊！本益比很低，那是你喜欢的，市场不喜欢嘛，所以它涨不动嘛，所以你买航运股是没有用的，懂意思吗？基本面如果跟三线架构相符，它就有效啊！不是老师基本面没有效，我没有这样讲啊！基本面有没有效，看三线架构啊，三线架构相符就有效，不符就无效啊！所以不是基本面有没有效，是你要知道怎么用，懂意思吗？好。你看有没有效？空头格局啊就没效啊，懂吗？这个多头格局就有效了，懂意思吗？所以很奇妙的哈，好不好？好，有时候我就讲一些股票跟你讲啊，叫你不要买，为什么叫你不要买？格局不对嘛，那是在保护你，懂意思吗？你买错浪费时间在那里就麻烦哈。像什么鸿海啊，有啊，你买进去，你看你怎么过圣诞节？到现在套完之后，你买台积电还在600块附近，你怎么过圣诞节？半年前跟现在都差不多，你怎么过圣诞节？有没有道理？投资朋友。未来的一年你要怎么过？时间不多了哈，来11月、12月，我们获利满满啊，会员都非常的开心哦，总共赚143.3，这普通会员的非常的满意啊。未来新的股票在哪里？我已经整理好了，就在这里，我把它整理好了哈。这会员不用要，今天传真稿都会附啊，附在传真稿里面哈，这个都会给你哈。好，有的股票已经涨停板了，哦，佳能漂亮哈，涨停板，好不好？今年圣诞节你有没有带给快乐家人？没有，那如果没有，你明年要怎么过？你过年要怎么过？投资朋友。很简单，找一个对的人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有没有道理？来 ，YouTube 张爱民分析师，小老鼠 A25006999，这是 LINE 啊，这两个都可以找到张爱民。记得加入之后发讯息给我，打个电发个电话给我，我会尽快回答你。先交给婷娟。好，非常感谢来宾的分享，提醒观众朋友了，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我不当。东森粉丝那手机扫描 QR code，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 LIN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有任何持股的问题就一并留下来，张爱民会尽速回答你，记得来扫描 QR code 啊，用赖加好朋友扫描就可以，扫描免费加入啊，这是免费的，你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加入 Lite 是免费，说你是东森粉丝，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有任何问题留下来，张爱民会尽速回答你。